再一次跟所有的高雄市民提到，我们2009年世界运动会之所以能够成功，是因为高雄市民大家热情的参与，是因为我们高雄市，我们有将近4000多位的志工，可以说全心全力的投入。我们是有所有，我们当时有将近152万的市民朋友，大家充满的热情。那我想今天在场所有的好朋友，我们议会的支持，市民的热情，包括我们大家共同的参与，所以我们高雄世界运动会让世界运动会的主席乱主席，在整个将近6-7万个